华语歌手合唱砸场子的神级现场。第三位，李玉刚，刚好遇见你。当网红与专业歌手合唱是怎样一种体验？2017年某狗直播音乐盛典，李玉刚老师一下子和六位网红合唱，他整个人都凌乱了。六个人六种不同的音调，同时要协调音准、节奏以及不跑调的问题，这简直太难了。我太难了。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自己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。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